大家好，而家我哋喺隱格寓博物館。咁雖然呢間博物館咧係好細嘅，但係亦都冇咩人知道啊。不過咧，呢間博物館咧就將喺呢度有一位學者咧叫做 Mendel Noon 啦，佢就寫咗幾本書嘅，同埋佢一路咧好勤力嘅喺加利利嘅沿海咧去揾翻好多古代碼頭，同埋去研究古代嘅漁民到底點樣打魚嘅。咁佢曾經咧被邀請過去日本咧去分享佢嘅發現嘅。咁例如呢一邊咧，我哋有一啲嘅沉石咧，咁就以前咧就唔係用金屬將啲網沉落去嘅，就會係用呢啲石咧，有時係玄武岩石灰石或者是这些火石，那么怎样转这些窿呢？那他有本书要讲解的，如果是这个石灰石就比较容易，但是这些火石是很硬的，那么也有不同的网的，那么当我们去熟悉了这个捕鱼的环境的时候呢，当我们读到福音书里面讲，譬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去到讲几个比喻，去到最后的比喻呢，不是说有渔夫呢撒网将好鱼和坏鱼拉晒埋来的，那种网就会是上面这种的拖网来的，可以在沿岸那里 去拉一些鱼埋来的。加埋呢，为什么会讲好鱼和坏鱼呢？就是按住犹太人的食物条例呢，如果是 kosher 的鱼呢，例如它是有鳞和有鳍的话，那些是可以吃的，没有鳞和没有鳍。虽然说是没有鳞，但因为其实有些鱼是太过细的鳞，它们肉眼看不到都是当是没有鳞的，那些呢它们是看不可以吃，那就会被叫做坏的鱼了。那另外还有其他的网在这里介绍，加上鱼呢，譬如有这一种呢，聖彼得魚啊，其實是鰭魚嚟嘅，仲有啲現代咧，仲有啲其他嘅魚咧係被引入嘅。咁特別係嗰種有一種魚咧，佢係會 pair up 噶。咁有啲魚咧係會一出雙入對咁嘅。由佢哋生咗細佬哥嘅時候咧，個媽媽魚咧打開個口咧，即係有危險嘅時候咧，打開個口咧，小魚入曬去佢嗰度嘅。咁就係呢類魚咧，有可能咧就會將一個銀咧吞咗落去，因為佢已經慣咗用個口嚟到去擠其他嘅嘢嘅。咁所以咧，當我哋讀到喺馬太福音講到咧，主耶穌叫彼得咧去殺去攞個鈎抌落去海度咧，第一條魚釣到上嚟咧，就有夠錢交税啊，俾彼得同埋主耶穌交税。咁好可能就係呢種魚啦。咁就呢一間博物館咧，幫我哋去明白聖經啦，唔係單單就咁字面咁平面去睇嘅，仲俾咗好多嘅細節俾我哋，讓我哋讀嘅時候咧，可以記翻曬呢啲嘅圖畫。